今天有比较特别的商品，然后我有配一整组的同色系的套组，然后还有配给大家。因为今天天气还是非常热，可是厂商已经全部几乎全部都换季了，所以我今天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商品，然后混搭给大家，然后后面会有一些加交换款。嗨 ，Hello。然后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一件是比较特别的。这个厂商介绍的时候，是因为这几年都很红，这个有点中国元素的，就会比较气质一点的。那这一款呢，它这个地方呢，这边它会多做一个这个，然后是想要让大家的肩膀这边看起来是比较挺的。然后如果比较没肩膀，这一件洋装啊，就是它比较中国元素，它这边会有因为蝴蝶结，然后结合中式的那种洋装的感觉。它基本上的感觉是比较正式的，然后因为它全黑，所以我到时候会有全部的商品实照图会让你看一下。它这个裙子这边其实是绣的，它这上面会有刺绣，可是黑色，所以看不太清楚。那这件呢，它可以塞进去，这个你可以直接收起来，就是以你自己的身材。那像我个子比较小，我就比较喜欢收起来的感觉。那如果你这个地方啊比较没肩膀，然后第二个是你这个地方比较厚一点，然后你想看起来整体感会比较，就是我觉得显瘦的话，因为它肩就是会有那种一角肩的感觉，那一字肩的感觉就是会整个看起来很挺，然后往后腿。那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地方我做这种中式的这个领结的感觉，那你这个可以自己绑。可以自己这样绑，像这个我就直接垂下，因为它黑色其实有点看不到。那因为蝴蝶结元素再加上有点中式的那种围旗袍感，那它整体的感觉就是会比较正式的洋装，可是我觉得蛮有女人味的，介绍给大家，然后是这样子的效果。然后呢，我先把这个收起来，让你看一下。就像这个背心的这个地方，背心裙的地方，如果收起来的话，会有点像这样的感觉。你看自己，那我自己的话，它本身的话，这个如果拉出来，你整体的话会看起来非常的比较气势感、女人味的那种洋装。那我先把它全部拉出来，然后远看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很美。那这边两侧也是有一点小小的打折。是比较正式一点的洋装，但它非常美，我还是必须想介绍给大家，因为它的整体穿起来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然后今年的秋冬的早秋的商品已经常常开始慢慢出了，所以大家喜欢比较夏天的东西，因为台湾基本上一定会热到11月，那喜欢的朋友就是要加紧脚步。有些款式我们开始自己定做了，定做布料，因为常常已经没有在生产，所以有些款式我们上面就开始备注告诉大家，就是会有一个生产期，因为我们定自己定做的颜色。嗨 ，hello。那收进去以后，它的效果是这样，就会就更像旗袍的感觉。那往后推，让你看一下，你们可以自己参考。细节很漂亮，然后整体感就是会比较正式一点点，然后很难得有这种我觉得很漂亮的那种中式的那种元素在里头的洋装给你看。然后接下来是消防款这个 T 恤，针织 T 恤，那它这个是凉感的，我觉得它整体上面分量冰丝的针织很舒服。然后想让你们看一下细节，然后配最经典的白色西装裤给你看。那它这一款呢，蓝色很美。给你看一下细节，旁边的地方是做这种层次的，然后细看的话是这种纹路的针织，然后配全白的跟这个蓝色给你看。稍等一下，
超美的，如果你喜欢就是颜色看起来比较舒服的，它有点它的这个蓝正蓝色真的很漂亮，比天蓝色再深一点点，它这个颜色我觉得很衬皮肤的颜色，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会有点比较俏丽一点点，都比平常的我们看到比较浅的蓝色看起来再俏丽，看起来明显一些些，不会那么的淑女，可是它看起来应该不是淑女，比较柔的感觉，可是它又有一点点存在感，还有它的这个细节。如果你家里已经很多比较简单的针织，想要特殊一点，可是又想要有点就是比较好搭配的，这个可以参考。然后那个西装裤这一件已经介绍超多次了，这一件就必买，它松紧带的，而且我们这个臀部的地方有加宽1公分，所以穿起来非常的就是友善，你就是基本上穿起来就是会很显瘦的感觉。那我配一个呢简单的多层次的这种项链，配给你看，颜色很美，它的颜色就是非常好搭，而且你如果穿短裤啊牛仔裤也都很 OK， 很简单的针织搭配。穿裙摆的搭配给你看，然后配我们的皮带，全白的 look， 就是会看起来特别干净。那你就简单扎。我今天配的是这个竹节的，然后焦糖色，想让你们看一下的感觉。就上班啊，有时候如果全白，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比较真的很白。你想要再有一点点重点的话，就很推荐可以搭，一个是饰品，然后一个另外一个话，我觉得皮带很棒的点缀，因为它整体感看起来会比较重点之外呢，质感又立刻 up， 会立刻提升感觉，很漂亮。基本上像这个 焦糖色的皮带，买最好就是凯旋门那个很漂亮的一个 logo， 所以它整体感的样子元素很漂亮，而且它很简单，不会退流行。OK， 然后呢，再来配一个，这次我配了一个整组的套组让你们看。它颜色稍微落差一点点，但基本上我觉得颜色非常漂亮，已经很接近了。那因为它这一款的西装外套，这个是棉麻的，然后它这个地方有做一个，可以看出来有做个垫肩。棉麻的外套有垫肩，我觉得就是很让我心目。原因是因为棉麻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塌肩嘛，它材质上又很凉很舒服，它是很舒服，材质真的还蛮好的。一件有点微天丝感的棉麻，那配我们的经典款，也是这次卖最好的这个落地裤。那这一款的话，裤长比较长一点。然后我的话，我平常穿平底鞋的话，我会折一折。那个如果穿厚底球鞋的话，我就直接放下来。然后我配这样一整套，就觉得整个气势很棒，而且立刻穿起来就是很有欧尼感。那等我一下。
西装外套，它有个垫肩，它的垫肩就是直接是缝在上面的，很漂亮，整体感就立刻会显瘦，然后配一个落地裤，立刻你整个人就看起来就是会，我觉得立刻变高。然后我往后面让你看一下，那因为它的裤长对我来讲比较长一点嘛，那平常的话我这边就直接卷一层，卷一层这个地方，然后搭配这种拖鞋，就可以直接搭拖鞋穿。颜色很漂亮，就是很搭，就可以这样直接配一整组，然后颜色很美。然后你扣起来也很漂亮，它就是整体它不会负担很重的那种简单的外套，然后有个垫垫在这边，所以它的修饰感我觉得是很棒的。你只能整体像你要直接搭配洋装啊也很 OK， 洋装跟里面是简单的休闲裤跟 T 恤牛仔裤都是 OK。这个针织已经穿过蛮多次了，非常好搭，而且分量感也够，还是很漂亮的这种针织洞洞的，很简单，它要分很多颜色，真的推荐。如果你喜欢这一件的话，这白色必备，然后配一个这个新款的短裤，比较休闲感一点点。是新的项链哦，它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很简单。然后它这个针织，然后配这个松紧带的，这个完全不挑人，所以你们完全不用担心。然后这边有个绳子可以调整，就很简单，它比较休闲感，我觉得夏天必备，因为它是有点点偏米色，然后米黑线条织纹的。那你这个针织就简单搭，然后有口袋。配一个这个焦糖色的麻花的拖鞋，配直接一整组，帮你们配好，很简单，很可爱。它这个颜色啊，我觉得整体感就是会比较欧美感，比较休闲一点点度假风。我觉得这个也适合，就是度假的时候在巴黎里面很简单走走啊，喝个咖啡可以这样穿。敲完环已经试穿过了，这个当时我帮搭这个丹宁的软布的外套，这个呢非常的受欢迎。这件我没想到大家会那么喜欢，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想说，因为今年大师色是深丹宁色跟大红色嘛，所以各厂商各个的品牌都有出这种相似款、类似款。那这个很可爱的地方是，这种有点小箱口的感觉，然后版型也是短版的，我觉得超好搭配。然后我就想说，想要让大家，这第一次的话是因为我找到刚好配到那个牛仔裤是同样色系，我想你们大家都很喜欢那种同色系配整组，不用想的，然后看起来感又很高级感，会配那个大套组超受欢迎的。但是我今天想要配，让你们感觉一下，如果你们买回去了，你搭配的话，像这种简单的白短裤，
其实非常漂亮。这一款的白短裤呢，它有卡其色跟黑色，它的好地方是它很挺，然后它这个地方是 A line 的，这个地方都有各加一公分，所以它会比一般长这样一款款式的臀部会友善，多一公分，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然后这一款呢，它有附一个皮带，这个叫红色皮带也很漂亮颜色。然后它有分白色、卡其跟黑色，版型好看。然后它是白色里面，我觉得比较偏真的不太透的。那你穿黑色深色一点的话，还是会有一点。但是我会推，真的很推荐它，原因是因为白色裤子里面它真的算很不透的。所以我会推荐你就直接跟我一样，就穿我像我里面就直接穿内搭，无痕裤、打底裤或者是无痕内裤都可以，非常好用。这个买一件这个白裤抵十件，因为随便打都 OK。然后我配这个给你们看啊。全白让你看一下，它是假，就是它这边有做一个像反折的效果，可它是它没有反折，它就是做一个这边有个边这样子，很美。完全不挑身材，尺寸有出到XL，所以很推荐。很友善，这个这一件版型很漂亮，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简单的这种丹宁的，所以你搭配起来就是我觉得很轻松，像这个白裤随便搭，还有这个丹宁的小外套，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穿什么，你也可以直接这样直接搭。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它整体上面看起来的感觉就是会，我觉得有点贵气，可是它是又是休闲感。颜色又比较沉下来，跟配一个亮色。T， 好，继续。打开看，它里面的车缝线这边，它这边是有做车线的，所以这一件我觉得很推荐。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想要把它当罩衫这样套一下，我觉得很方便。在台湾这种天气，你就稍微想要罩一下一个造型，可是呢，又不想它太厚重。因为通常像这种颜色的，通常都会比较厚重一点。可是它的我觉得版型各方面，方便度跟好搭度跟轻薄度，我觉得都很适合台湾。好，然后在这个今天，我觉得最需要购买的套组就是这个，因为它这一整组的非常可爱，然后旁边是很精致的这种金边，然后雪纺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分开搭，你可以直接这样穿这个加西装裤啊，然后或者也长裤都 OK， 然后配个短裤这样小香风的，就这样很简单，这完全是我猜是很简单的那种小香风。完全第一个不退流行，然后又凉快，然后又显瘦，很舒服，然后还可以分开穿搭。OK， 等一下。
起来。这个呢，这一件的漂亮地方就是它的边边这个地方，它的边边这个地方做得很美。然后我现在换成是这种无肩带的小可爱，内衣，无肩带内衣，现在卖场上都可以买得到。这件无肩带内衣很推荐的地方是，它真的很不怕掉啊，就是它的尺寸选好的话，我觉得非常好用，然后又舒服，然后有分颜色，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因为这个一起照多还蛮多次的，很简单。那你这样搭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露出这个地方，然后又很安全，就是完全 OK。因为我之前都有拍影片交给他，然后这件呢，我平常的话很喜欢，就是如果平常只是简单出门的话，它就放出来也 OK。因为它里面是有造型的，可是你也可以直接这样穿，然后往后面让你看一下它的版型。OK， 它就是雪纺式的，我觉得很显瘦，大家必买。然后后面的地方它是可以扣起来的，因为它整体的那个细节真的很加分。这一件我真的觉得必推啊！然后我先旁边扎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效果。那我这边的话，我比较懒一点点，我基本上都会直接往后拉，因为它是比较有剪，它是剪比较大块布的，有点散状的感觉。那你要简单上班的时候直接搭，那我就会稍微拉紧一点点。然后这边是会有这个效果，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全扎，全扎的话要等我一下下，我把全部的裤子全部拉起来，因为它是短裤，因为黑色，你们镜头上会看不太到，但是照片会看得蛮清楚的。它这一组套组我觉得非常大，分开搭也很可爱。因为这边是黑的，所以你们这一节会看不到，但它这边会有个效果，很简单。这就是一个套组，我觉得很美。那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子微微的出来一点点，但因为镜头上看不到，这边会有个层次感，那你本身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美。肚脐在这边，基本上还是高腰的版型，跟都很漂亮。这个细节真的做得很好，然后布料也超凉爽的，是很舒服的雪纺布，然后很简单，你想要这样穿也 OK。再来是交完款，很漂亮的。寂寞金色，这个真的很美，我真的无法形容我真的有多喜欢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很适合东方人，然后你皮肤就是有点黄黑皮啊也可以，然后像我一样偶尔白，就是有点皮肤白可是没有到顶白的女生都可以穿，皮肤都看起来非常漂亮，尤其是健康无色的，偏紫啊偏黄啊偏黑啊都可以，就是小麦色的朋友穿这个颜色，我觉得尤其是东方的女生，然后或是真的是比较黑的女生，就是像国外的黑比较黑皮肤的正宗的棕色啊黑的，都穿这种颜色都很漂亮，整个皮肤就会我觉得质感会提升，然后颜色又好搭。那你最简单的搭配这个黑白两色是最安全，颜色真的很会很跳。那我最推荐的它其实是黑色，还有它质感，因为它这件又是有点缎面，然后它的细节做得很好。你可以看它的这个前面，这边是有抓皱，然后可以看它折缝线，然后它连这个地方扣子的地方也做得超好的，
以它价格来讲，我觉得真的 CP 值很高，很喜欢。然后重点是它是合身不紧身，就是它整体会有个形状，可是它不会让你觉得紧紧的，就有点微松感，可是你能看得到它的版型。背心是因为现在真的太热了，我知道你大概知道。牛仔裤直接搭上去，蓝色牛仔裤也可以，也很漂亮。那你要看哦，特别出色，黑色跟白色牛仔裤直接搭，很简单。然后我配一个这个长裙呢，那这个长裙呢，因为它版型太美了，所以我已经连续三次直播都有搭它。然后还有三个颜色，它有很多颜色，可是它有两种长度。那这个是长的，然后有短的，短的之前我都有试给大家看过。好，我就配这两个颜色给你看。简单的版型，这种它细节度跟垂感都很美，真的很喜欢这个版型。我今天先稍微夹一下头发，夹起来，才能让你们看一下它的这边细节。它这个露女生露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然后又会遮到副乳，我觉得很安全。好呢，然后我现在完全。现在完全的把它放下来，让你看一下，就是你不想要扎进去也很好看。它松紧带的，然后你要微扎，让我个子小一点点，你想要看起来比例更漂亮，就是稍微微扎一点点，那个非常好用。美，这件真的，如果喜欢这种简单单品要收藏的朋友，因为它这个好用不退流行，然后又好收藏好保养。很简单，颜色很美，然后配这是经典的不对称的这个凉鞋，超好搭的，大家喜欢真的可以下手。来了，我再介绍，往下介绍，这是新品的，它是比较特别，它是背心式的。那这件背心式的针织，它是偏比较合身的。所以不喜欢合身的这件就 pass。如果喜欢，合身啊性感一点点的版型的话，可以参考这个，它是比较低领的，然后我穿起来感觉上会比较合身型，然后配一下这个丹宁红配蓝，就是深蓝，今年两个大师色，就是一起配。
扣子比较高到这里，然后很简单，它是比较性感。可是你看它这件，我很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其实有点紧身，可是它完全包这个副乳的地方完全包住了。然后它颜色有三种颜色，黑白、红，就是红色，很美的颜色。然后是有一点点纹路的针织，有点像水波，可是它还不是，有点抓皱的感觉。OK， 然后呢，里面配这个丹宁的裤子，丹宁裤子我配个腰带，简单的腰带。可以依照自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还有点偏，有点偏一点点性感，所以我配个腰带去综合它的那个感觉。然后大家看看一下，它落地的直筒裤穿起来很显瘦，这个我之前推蛮多次的。颜色跟版型很漂亮，很显瘦。那你要扎也可以，扎进去，非常简单的。它是有点垂感的裤子。我想让大家看一下那个针织，配不同单品，最简单的黑色给你看。它的版型很明显，就是会感觉好像比较，会感觉比较女人味一点点。整个版型，它这是全黑的，你可以这样子打开搭配也 OK。然后配最简单的黑白，版型，它那个版型会比较性感一些。那喜欢宽松一点的，可以选择其他款式，然后。性感一点点的，你可以选择这个。再是新款，这个非常亮的，黄色、黄白、直纹的衬衫，它是属于凉感的。你看一下材质，很凉的这种衬衫，然后是有点 oversize 的。轻松一点的感觉，它颜色蛮亮的。很简单的衬衫，
这个我超喜欢的，这个是我百分之百自己一定会包色带的款式，有点宽松的针织，因为走秋的新品已经直接进入大家，这个它静汗，它不会很热，但它是属于针织的材质，所以我真的超爱，尤其现在天气穿一点点会有点偏热，可是因为我待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空调的，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到室内的话会有一点点冷啊，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材质针织的，然后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慵懒的效果，然后是飞鼠绣的，然后会有点直接搭就是搭鞋领的感觉，那我就搭配这个的话，整体看起来会比较慵懒的效果。简单，好松松的，简单的扎一下。这个它的版型上面就完全不用担心，可以斜领，也可以很简单的这种搭配。那你可以扎比较多一点。放下来 ，OK。这种单品就是我觉得每一季 T 恤针织或是那种比较宽版的大 T 恤衬衫这种版型我都会很喜欢，有点松松的，就慵懒慵懒的效果。OK。针织这个款式啊，这个前面有穿白色啊、白色给大家看。然后配灰的，然后搭配，因为这个俏皇款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灰色，还有这个再穿一次，这个之前我是配休闲裤，可是我今天想要配白色牛仔裤，它整体会看起来比较甜美一点点，我想要整体让你看一下这个效果。灰色很简单，我里面就直接搭小背心，我往后面上看，这很标准，就是上班都可以穿的，很简单的款式，然后它很多颜色，就是目前卖最好的是百分灰，然后还有条纹，条纹卖很好，条纹非常受欢迎，很简单的。我真的都超爱它，这个是上次已经穿过了，它是有点天丝的，然后钩针它的颜色非常，不是颜色，它是它的那个细节，它布雷刺绣的细节很漂亮很漂亮，然后上面也有这个
很漂亮的天丝缝上去的绣的花也很美，它这个很会有点仙啊，有点就是我觉得蛮女人味，可是它是有点带一点点森林感，可是它又不是，就是反正它就是比较甜美的感觉，很爱。然后那种上次我配的是休闲裤，所以整个人看起来会比较欧尼，就比较韩系的搭法。那今天的话，我觉得搭的是这个，我觉得上班也很适合搭配。然后这个平常啊穿，其实这种下午茶穿也很适合。红色的话，绝对 OK， 然后宽度啊，它是微松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身形的问题。它下面下摆地方还有一点这样子微翘，这个很美，我觉得有点微微的女人味，可是它是又很舒服的，又很空，有点空灵感。试的那个背心比较合身版的配型，还有白色，那白色我给你看近看它的，它就会有这样。那因为这一款呢，我想要配一个套组，这是之前早春出的套组，它已经断货，但是它最近早秋它又跑出来，因为它的颜色非常美。这个如果你喜欢像这样子九分的这种包臀裙啊，因为这种裙子其实穿起来身材我觉得很好，因为屁股的地方它有照顾到，然后小腿的地方刚好遮到，所以你只要穿凉鞋啊，或者跟鞋都可以，乐福鞋也 OK。像我最常穿的其实是小白鞋搭配跟凉鞋，这种简单凉鞋可以这样搭配，非常的简单跟干净。然后我整体搭配给你看，然后因为它这款的话是套组，然后你可以分开买，你可以直接买下身，然后配衬衫，或是你两个也可以互相搭。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这个，你可以从这些搭配，又可以拆开自己这样混搭。因为背心的关系，我里面搭一个简单版背心，那你要这样折着也可以。我往后退让你看一下，它的版型是高腰的，然后这个全部都包住。这些版型真的超美的，然后配这个针织就立刻很女人味，而且又很什么都没有漏到，然后身形也很漂亮。然后配一个衬衫，然后也可以搭配，直接在外面，很简单。层次感搭配，就是不同的材质去混搭，颜色很美。这件那个套组的很喜欢，套组的系列我又特别的钟爱，就是你完全不用想就可以去搭配。你可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然后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然后明天晚上10点会有新品哦，谢谢你。明天晚上10点，晚安。